创业板噻，你现在就给呀哎。下地方，小鬼，进来！给伊讲我冲入去房间的时阵，迄个查某砍头砍面，面皮搁外面砍掉，我都嘛认唔着。搁再讲伊甲我哩嘛差伤多啊！回头我把这个手机交警方，影片是真还是假，互伊去判断。看起来确实有人甲方文林斗相共，不管谁出手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所以这个手机啊，绝对袂当互张家良甲互警方。你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这影片若真正经过处理，敢让警方怀疑你是为了要脱罪才自导自演，安尼对你更加无好呢。这影片是林圈付给我的，这当查证，无什么通好惊的。袂当让张家良有脱罪希望，我今麦要安怎做才好？你别烦恼了，我袂有代志，你要加去。今日咱洗清你的嫌疑，我等下马陪你做伙去啊。绝对袂当让张家良把影片交予警方，嘛袂用让张家良怀疑我。到底要安怎做才好？不要紧吗？是的啦，我拄则行路行伤紧啦。今天还要叫我们来去。快些找麻烦嘞，快随你。矿业办事，你现在就给呀哎。下地方，不管这人是真还是假的，把手机交给伊，比交给警方更加好。小鬼，把手机交给我。你这是谁？把手机给我。你要紧吗？是啊，拢是因为我手机才害人抢去。抢不重要，即摆我最后希望，我求林全富一命，主了应该有备份。喂，林全富，你给我的资料，你给我做备份，你给我存在李云端。啊，你今后你跟团伙玩，等你要买挂，我今晚就不听。
竟然还佫有备份？张家良敢真正人太多？阿长，下面储存李云端的资料都让我删除啊！闹可怜，闹将你多好的代志，我伫警察局头前走出来，谢人抢我手机啊！那你今麦是要安怎？所有证据都无去啊，敢搁要去警察局？我当然要去，伫警察局头前叫我手机啊，我要去备案。你有要解释一下？要解释什么？你应该去找这画面里面的黑衣人，文林失踪，绝对跟伊有关的。所以你嘛认为画面里底黑衣人跟方文林失踪有关系，对不？那呢，咱继续看。你看到？下晡四点，我伫迄时阵回去。张江先生，这是刚一刚下晡四点十五分的画面。你掼一卡这么大卡行李呢？这是假的，我迄天无掼行李箱。检察官，你认为方文林失踪真正是张家良做的？你住的大楼，楼梯间无监视器画面，还拄好会当成为你犯罪的空档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讲，我假扮作黑衣人，攻击文林以后，我夹楼梯落去。然后我搁伫下晡四点时阵光明正大坐电梯搁返去阮家，然后你就穿你现，刷来你伫四点十五分的时阵看迄卡行李离开。我无，顶届我来看根本无这个画面，而且赵队长讲我是四点半离开的，确实是有这段画面。这才是我顶个看到的面，拄仔挂行李箱，迄个毋是。那毋是你，你何必留在等待时机，偷偷把遐录到的画面摕去弹掉？这个 USB 根本毋是我的，内面的影片绝对是经过真假。我是有挂行李箱出去，也毋过迄是代志发生的前两天，我甲我太太冤家，我心情无好，我想要搬出去住。行李箱内面底是我的衫。对，你袂用冤枉好人。你讲内面底是你的衫，那我咧看，嘛无得卡内面底是方文林的尸体啊。我看迄卡行李箱的 size， 拄好会当甲你太太整理去内面。即卖行李箱搁伫我住的所在，你若是唔相信，你人去查。你这么巧的人，同款的行李箱，当然嘛会买两卡。我已经讲过，赵队长讲我是四点半离开的，这个影片真明显，是有人移花接木，经过真假。你硬要安尼推论？你绝对找无正确的答案，张家良先生。移花接木的人肯定是你，你真巧的收尾，然后让警方摕到经过检查的影片，抓你就等待时机。等到时机后，你就偷偷入去办公室，把真正的档案资料摕去弹掉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跟你讲，我真正是被人陷害。对啦，无。你甲检察官讲，咱拄则伫警察局门口口拄到的代志，无你讲会当洗清你的嫌疑。我唔对，我拄来警察局，我是要甲你讲，
方文琳应该搁我嘞。哪里搞证据？有人用手机啊，拍到方文琳跟汤润新做伙的画面。我摕手机过来的时阵，拄啊伫警察局门口，有人把我手机取走。这我已经证明，因为是我无说你，才害证据让人抢去。你用调另外一边的监视器的画面看卖。你去调查看卖。叫咩？张家良劝说真，多好奇监视器的死角，完全无认到。张家良先生，阿即马你的嫌疑上大，阮干咩用这边继续去领导彻底的搜证，而且我会申请搜索票，专门搜查甲你有关系的所在，你家己好自为之。汤日新伫文林新古边，这件代志甲伊绝对脱不了关系。而且汤瑞新的体格跟我差不多，无的确是假做黑衣人，超敢要陷害我。张家良讲的有道理，汤瑞新对一开始就徛在方文玲那边，就算跟伊斗三工，嘛是合情合理。也唔过，敢那凭汤瑞新那个文玲，应该无才调不这么大，因为背后一定有人。你还是在怀疑织田健司？啊，不过织田健司是咱花安心上大的股东，伊若是甲你舞倒啊，伊三十亿嘛摕袂转去啊。这就是我想无的所在。也不过是汤日新牵线，咱才是在织田健司。汤日新绝对是野人，那是汤日新咧甲文林斗三工，哪里不要做多假？不是织田健司是啥物人？敢是因为你最近压力收单，才会感觉所有人拢是你的敌人。你话轻松一下啦，安尼才有精神面对所有一切啊。嗯。我最近压力开始真大，我记我以前落这走路的时阵，我压力嘛无遐大过。你是人不是机器，就算讲你是机器，嘛应该休困一下啊。你放好轻松，什么都别想。现在你有我，若是什么代志，咱会当做伙处理啊。这段时间好佳哉有你，有你陪在我身躯边，我才感觉安心。现在你只有我，我只有你，我当然要黏在你身边好好陪你了。你好睡。当初是我跟志天社长说，在张家良记者会所以到三天，汤日新就出现在记者会，拿出我跟张家良的影片。说到底，张家良所讲的确实有这个可能。不管织田社长是不是有跟方文琳斗三工，最后大家的目标拢是要让张家良凄惨落去就好。